观众朋友，上集我们学习了三项结合技术，反手搓、侧身拉、出正手，正手挑、反手推、弓拨、正手弓，正手搓、侧身拉、出正手，以及正手拉下旋后挥击不同落点的来球。在这些练习中，我们运用了前面所学的各种步伐，大家一定要熟练掌握。下面我们将继续学习削球的三项结合技术，欢迎收看。同学们，下面进行横板削球三项技术的结合练习。我先给同学们做正手搓球结合正手削球和反手削球。这项练习是三项结合技术的套路之一，它的主要特点是前后结合与左右结合。在练习时，只有步伐到位，才能保持手法正确。好，西西同学，搓球上来一点啊。横板削球在这一分的争夺中运用了许多技术，先是正手削，连续三板反手削结合正手弓，接着是正手搓、正手削、反手削，这是我们要着重观摩的套路。下面示范反手搓球结合反手削球和正手削球。这项练习与上面的练习是对称的，反手搓应该先上右脚搓球，接着用并步跨步移位反手削中台球，然后用并步跨步右移正手削中台球，手法仍保持正确的搓球和削球姿势。好，西西同学，注意往前一点，手用力往前一点。好的，好的。大家现在看到的削球手在相持中有一组反手搓结合反手削与正手削，请注意观摩。下面给同学们示范正手搓球结合反手削球和正手削球。正手搓结合反手削和正手削的练习中，削球打法要着重练习回击翼线长短球的能力，上步用正手搓接短球后，用并步跨步反手中台削球，接着用并步跨步或者滑步正手中台削球。西西同学，并步下来，跨一步，并步再跨步，并步下来。请观摩运动员正手搓结合反手削和正手削的实战应用，要注意步伐的结合运用，保证及时到位，保持手法正确。下面给同学们示范反手搓球结合正手削球和反手削球。
反手搓结合正手削和反手削，与前面介绍的练习是对称的，步法手法的要求相同，只是站位相反。好，徐徐同学，并步下来，跨一步，再回来，再跨。并步下来，跨。好。这是横排运动员反手搓结合正手削和反手削的实战应用。下面给同学们示范纵手削球结合反手削球，反手上短球。正手削结合反手削和反手上短球的练习，主要是练习从右到左，由后上前的步伐和手法的结合练习。搓下去有点质量啊。好。下面给同学们示范反手削球结合正手削球结合正手上短球。反手削结合正手削和正手上短球的练习是上一个练习的对称练习，步法手法的要求相同，方位相反，也就是主要练习从左到右和由后向前的步法和手法的结合练习。正手用跨步垫步以后上，哎，跨步并步下来，对，对，对了啊，好。这是横排运动员在相持中用反手削结合正手削和正手上短球的实战应用。同学们，现在我们学习发球抢攻技术，我先来给同学们做一下示范。发反手位短球后抢攻是发球抢攻套路或者发球抢攻战术中的一种，有多种发球抢攻的套路或战术，我们要逐步练习。发球可不受对方制约，可以主动采用最合适的站位和擅长的手法发球，为自己抢攻创造条件。发球时要注意抛球稳定，触球点的高度要适当，发短球的第一落点要在本方球台的中台，手臂和手腕向前向下发力要适当，以弧线低不下网不出界为好，球拍摩擦球的部位和用力方向要准确。同学们可利用所学过的各种技术来进行这项练习。好，下面请同学们练习。贺飞，侧身挑，侧身拉，
好，正手摆。好，正手弓。好，反手摆。时间再早一点啊。反手反面拉。反面弓。正手摆。好的。好，正手弓啊。注意击球点。好好好，侧身搓撇。侧身拉。好，搓撇。侧身拉。好，正手跳。好的，正手拉。好，下一个。好，侧身跳啊。再来一个。啊，不错。侧身弓，好，正手跳啊，啊，不错，正手弓，好，侧身跳啊，哎，很好，好，反手弓，好的，好，正手跳。哎，不错啊，正手拉。好，下一个。好，反手跳。不错啊，反手拉。没挂住球，好，正手跳，好，注意这个球不好啊，正手拉，好，请观摩优秀运动员发反手位短球后抢攻的实战。
现在练习发反手位长球后抢攻。好，贺飞同学。发反手位长球后抢攻的要点与前面介绍的相似，发球时要注意抛球稳定，触球点的高度要适当，第一落点要靠近本方球台的端线。抢攻要注意的是盯住对手回球的落点，判断好球的旋转和球速，选择最适宜的技术抢攻。好，下一个。看准球啊，不错，很好啊。好，下一个。收着点。很好。好，停。好，下一个。很好，不错啊。正手。注意落点，不要顶到手上。好，下一个。把位置稍微让开一点。不错，不错。请观摩优秀运动员发反手位长球后抢攻的实战经历。观众朋友，本集我们学习了横板削球的正手搓结合正手削和反手削，反手搓结合反手削和正手削，正反手削后上短球等三项结合技术和发球抢攻。下集我们将继续学习发球抢攻和接发球后抢攻，欢迎收看。